温碧霞呢日就出席电影《堕落花》嘅开镜拜神仪式，戏入边 Irene 嘅角色有好大挑战性，连 Irene 自己都好期待啊！呢个剧本其实我一直以嚟好想拍嘅一个电影，因为呢个角色系演一个毒针，系演一个 undercover， 即系卧底啦。咁同埋佢系本身呢个角色咧，佢系有讲佢后屘有毒瘾，同埋系有幻觉嘅。咁所以演员嚟讲咧，演呢啲角色咧系觉得最有发挥咯。为咗饰演瘾君子呢个角色 ，Irene 仲特登减咗四磅。角色有咁多发挥机会，话唔定 Irene 可以凭呢部电影一尝影后嘅滋味。我话唔想就呃你嘅，我谂每个 artist 都好想，即系攞奖系一个点讲咧，系一种推动力，令到你努力噶啦。咁而每个演员都有一个咁嘅 dream 嘅，但系亦都唔系话为咗攞奖而拍戏啦。我觉得最紧要系你自己去投入角色去做好咯，咁系咯，依样嘢我觉得我会尽我最大嘅努力去演好呢个角色咯。